这是绑了，绑了，接下来，嗯，嗨，嗨，等微博直播很久了，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哎，抖音直播最简单。我房子的这个红包你接没？我怎么来微博直播了？因为我每次抖音直播，我老板都给我截图，你看。微博的人又找我了。雨露均沾。要不你两边倒腾着播吧。今天这边二四五微博，一三七就是抖音。眼睛在打了，你眼睛才被打了呢。我这是红色的纯欲妆。回家了吗？没有，我一直在横店。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呀，没有办法，就是得雨露均沾啊！我就一个人。先妆发好看，谢谢。啥东西？当然啦，也有自己好看的成分。你要干嘛？你要找什么？你要找啥？玉钱。哦，玉钱。那放在了。嗯。啥时候放的？昨天。哎呦，你把钱到处乱放，你等我回来再找吧。我在这回再走吧。嗯，拜拜。啥的？小卷毛，哎对，烫一下刘海。噔噔噔噔噔噔。什么大便？哎呀，妈呀！哎，你咋换头像了？我没换头像啊，我没有换头像。炫砂糖橘吗？不行，我本来就黄，越炫越沙越黄。回家过年吗？我不回家了，我就在横店过年了。横店是我家，就是靠大家。嗯，什么漂亮的？谢谢你们。哎，今天就是直了个播呀。你们没有看吗？在抖音上直了个播，答非所问，好玩。怎么看睡衣了？这不是睡衣，就是运动套装，但是可以当家居服穿。这样，我就有的时候懒得搭配的时候，就喜欢买一套，买一套就不用搭配。是吧？你老是这边。哎，这里，你们快点走吧，拜拜。拜拜。天使图，我再想想吧，就什么时候发照片，我再想吧，等我哪天想修的时候就发。没吃饭呀，我吃了一点，我吃了饭再去直播的。绑架了吗？我没有被绑架，好吗？搞点红包封面，我也没有红包封面。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哦，有点曝光了，嗯。把那个曝光度拉回来。是谁呀？Hello，口红好看。哦，这什么？口红，我觉得红色的就都好看的呀，只要不是那种暗色调的，我觉得口红都还不错。换衣服了，对啊，回家也不可能穿着那衣服吧。今天的还好，差不了多少。嗯，看一下，总的还是那个，看一下，胖吗？没，那个稍微好一点。嗯，去看一下，把这个，哎。给我个垫子吧，我坐屁股底下。嗯，嘿，哎，什么？这要转战微博吧？没有，我就两边倒腾着播，就是这边播一下，那边播一下。
两边都播放。妆不是我自己画的，我自己可画不了这么好的妆。眼妆好像被打了，你才被打了呢。这真的，女孩的心思你别猜，你别猜，你别猜，你不懂。不好看吗？绝绝子，这个哎，我是微博也没关吗？微博这个礼物应该还好吧？这啥呀？这送的？这我是又没关吗？你们也被送了，真的是。我下次播的时候还得把微博的也关。脸上有个痣，点的，这样显得我比较可爱一点。是吗？明哥也直播了，是吗？哎，他那太能叭叭了，我都比不上他，他太能讲了，真的。太能讲了。嗯，看你心情好点，谁心情好点？是你心情好点，我心情好点。阳春的春晚 ，OK， 我有空的时候我就去看一下，我看一下你们过年都在干什么。不要刷礼物啊，这影响我看弹幕啊。看开端了吗？放个歌，要显得有点气氛，有点有点感觉太安静了。哎，你怎么也开始？我感觉我们这是个打歌平台。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每天的。辛苦了，要看裸男，裸男被我妹拿走了，我妹带他出去玩了。跳舞，我跳舞真的不太好，我跳舞容易被人说我不尊重，跳得不太好。猫的遗产，那个书我才看了一点儿，我是在机场买的，因为我怕我在那个飞机上没有网络，我就买了几本书，但我只是飞机上看了一下，大概就是还就是一只猫的视角看人。你好卡，那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吧？我的那些新墨镜呢？哦，墨镜，嗯，有吗？还是收起来了？给你看一下。昨天那个。嗯。哎呀哎呀！变装吗？变不了啊！就不要刷礼物了，大哥，真的很影响人看弹幕哎，真的是能关吗？嗯，在哪关？不过也要退出关吧。真的不要发礼物，真的发礼物影响我看。看，新的墨镜，跟那天那个眼镜是一款。但这个是不是很酷一点？就那种女明星走机场那种感觉。哎，再加个小夹子。机场啊！不要拍我，不要拍我，大家不要拍我，禁止拍，这很高贵，不要拍我，不要拍我，保持距离，现在疫情期间保持距离。你说你呢？离我远一点，远一点，听到没有？那个助理，到旁边去，不要影响别人，就是正常坐飞机公共秩序啊！大家自己就是注意一下啊。low 就是不行， low. 不可以打呗。我们就是不允许。
拽姐。我这大晚上的戴墨镜感觉就很奇怪，我就戴上我这帽子，我就夜行侠，哎，夜行侠，我最近讲话不太清楚，夜行侠，夜行侠，就这样，乔装打扮。怎么样？啊，好。哎，我戴着墨镜直播还能护眼，我觉得。嗯。啊，等等等等。换点别的歌了，老放女团的歌。换点放点抒情的。抒情的歌，嗯。这信息还要发，跟上了，跟上了。我找一下啊。嗯，在曼谷。横店过年，对啊，在横店过年。加上，哎呵，什么？今天啥主题？今天没什么主题。哎呵，讨厌过年，因为过年就要问你工资多少呀，有女朋友了没有啊？嗯。好像没海盗。啥时候和刘宇那年？我不敢呐，太能讲了，我容易被压制，我不敢，害怕。不过话说，我们那个剧啥时候播呀？还有点紧张呢。谁呀，不要再送我礼物了，挡住我屏幕了。连麦我都不会，我刚研究完抖音，我连微博我都没研究明白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连，不懂。今天晚上石红是不是行？嗯，没有现在的本子，没有，绝对没有，就是一个没有。很网络了，就是没有，咱们就是没有现代本子找过来。嗯，全是古装，都是古装，没有现代，哪来的现代？听谁说的？乱吃瓜了吧？根本没有，没有啊，没有现代本，别乱吃瓜了。目前还没有，没有。越南半球和深海海盗，最近有什么？没有，这什么叫把口红糊在眼睛上？这样就好看呀，你不觉得吗？下部戏定了吗？没呢，这早着呢，这才这部戏刚开始。来，我们放个新鸳鸯蝴蝶梦。嗯，我找一下。嗯，新鸳鸯蝴蝶梦。不要刷礼物了，大哥，我真的是，我这微博我没研究明白呢，不太会整这些。不太会整这些，已经落实了，落伍了，真的。我都没有在这个微博直播过，我都不
不是特别会整这些的。嗯，红包还能发红包啊？我看一下，2000威币，这是个怎么算法呀？我看一下这2000威币。抽到断水水更流，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地青天，不如温柔童年。发了个红包，卡了。我刚才购买，好吃吗？一口一个，贼棒。但是我们后面又在抖音上买了一些，家里人太多了，买了个大草莓。真的，我不是那种特别，我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我们就是就正常发了个视频，对吧？对，就是就也是宁哥人特别好，就大方敞亮，就有东北人的那种豪爽劲儿在，就非要请我都拦都拦不住，你知道吗？就人真好，真的，我每次合作的男演员我就觉得人都倍儿好，真的，真遇到大家就是，简直就是我，真的，我的幸运，真的。你说我在朋友圈卖瓜，你说曾老师也特别捧场，对，立马就花了200块钱买了个瓜。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真好，什么东西？今天回家过年吗？我在那个横店，不回家过年。嗯，什么瓜？西瓜呀，还能是什么瓜呀？你该不会以为我真的卖真瓜吧？照顾好自己，谢谢。你真的是，你们这些人不要送礼物了，真的会挡住我看弹幕的。这能关弹幕吗？这能礼物特效能关吗？我找不着，我找不着关弹幕的地方。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什么？别唱，嗨，我也没唱，我就是边说话边唱。嗯，什么？哦，你们这个真的弹幕好快啊！我感觉比抖音的还快，我有点看不清了。哎呀，这个微博39万人观看，请问你们哪个人数比较多？真实一点。一般的话是应该是怎么样？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显得人多。可能最近也是过年了，大家都在家里，不像之前分身体了。疼得我在胸口，都还了解我，原因的渴望比表面来的多。你咋那么好看？没有没有啦，都靠诸位捧场啊！长得一般，全靠诸位捧，谢谢大家，给我一口吃饭的机会。最远的地方，就阻挡了梦想。拍服装发际线，对吧？你们也觉得我发际线往后了吗？我也是不太理解，我以前我感觉我脑门没这么大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远的地方是这个光的原因吗？我这个光倒下来，这样啊，这样哦、我可能是灯是走上面照下来的，就是显得额头亮大，好卡呀。古装害人不浅，
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年龄年岁大了还是怎么着了。了解我，天命的渴望比表面来的多。这个光实在是不太好调。看到最远的地方，你让我走到了梦想。渴望受过伤，搞个锣敲一敲，什么意思？看到最远的地方，与第一道曙光再见吧。天边的歌声，呀，灯关了。灯关灯，这样有灯的话，是不是显得我脸那个，显得我那个啥？其实我还看了大眼，所以我眼睛有时候会忽闪一下。嗯，太快了，我真的，我的天哪，大家弹幕发那么快吗？没在抖音直播吗？为什么？因为微博说了我们老在抖音直播，跟我们老板说了，我投诉了。我就说那咱们说，就是说微博一直以来也陪伴着咱们，就是说也是很感谢微博爸爸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来微博直播一下，是吧？咱们也要雨露均沾。而且呢我的粉丝们也在微博，对，所以我就来微博了。哎呀，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微博呢？你这样说我就第一个站出来不同意了。你们不可以说他，你说他喂。我们要夸夸微博好，微博好，微博棒，微博真的顶呱呱。有了微博这个地方，我们才能跟粉丝们有进行一个友好的互动，有了这个平台，我们才能相亲相爱是一家。所以呢我们非常的感谢微博给了我们这个机会，给了我们这个平台，让我们互外互助，传播一些能量，然后呢每天分享我的一些日常状态，非常好，很用心很用心。我们绝对没有被微博绑架，我们就是很爱微博。没有没有，他们并不是小气，我知道现在总是有一些人需要得到美女的宠爱，我懂我懂，对，争风吃醋难免的，因为毕竟美女她不是属于一家的，所以呢就是比较繁忙。但是呢我是一个很博爱的人，我谁都爱，没有说不爱的。清晰度不咋地，这我不知道，我也没播过，我不太会调试。一回生二回熟，我觉得下一次我一定能把它做得更好。和轩有联系吗？有啊，那天我真的是，我看了11:48，我说哼，这一次我一定要0.卡秒继续做第一，把它卡上。想了想，算了，我去刷回抖音吧，刷一会儿，然后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的天，这个第一它就没了，我很挫败，所以我决定明年再战。B 站哭了，然后 B 站也去投诉说，喂，你们怎么老在微博抖音直播呀？为什么不来我们 B 站呀？那我可就真的每天排不过来了，周一周六，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就人家是全国各地巡演，我是各个平台循环直播，这也算巡演吧，反正就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可爱。知乎哭了，知乎哭什么哭啊？你请问你有直播平台吗？知乎，你哭啥呀？没直播平台也进来插一脚，真的是。开了吗？知乎有直播平台吗？嗯，我也不知道，就是在微博能不能提那么多个平台，我觉得就是挺违规的，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还投诉我？
应该不至于。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发现了，我每次直播，你别看就是感觉也没什么人，其实好多人都蛰伏在我的直播间，我也不知道是谁，真的，就是胆大妄为、肆意妄为，随便乱说，到最后啊，我错了，一切都是我的错，不敢了，下次还犯。快手没有姓名，感觉有点冷。哇，大哥别闹啊！你看玩快手的会来抖音吗？他们俩太明显的竞争了吧？这咱们不好劝，劝没法劝。你说说，哎，咱们俩都是好兄弟，我们不可能吧？人家不听我的，人家说你谁呀？噔一下给我踢出去了。平台们都是爸爸，我们呢只是一个可爱又漂亮的小美女，在他们的平台上活跃一下而已。哎，你别把这个衣服给我披，这衣服太脏了，看着像乞丐。你看，这就是我买的一件衣服，不知道的还以为它真的就是个脏人。愿给你披个看着干净。我不冷，我很燥热。我现在跟大家聊天，我现在唇枪舌战，我现在就是我的嘴巴一直在做运动，然后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感觉就是有年轻人的躁动。就是人说，就是说说话，可能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个体力活。什么东西？唱首歌，唱首歌，唱首歌，我就可以说唱首歌，我立马能吓退20万人。哎，就是人都说歌声是有力量的吗？对，你在别的地方你可能感受不到力量，你在这儿，在我这儿，你能感受到唱歌它真的是有力量的，很强的一个力量，就是可以瞬间让一个人退避三舍。开端看了没有？我助理啊 ，and 我的工作人员他们都看了。嗯？什么？哎呀，你们这刷的也太快了！小红书，小红书，我连我小红书大号的密码我都给忘了。我根本不知道，我每天拿着个小号在那儿刷刷刷刷刷刷刷。宁哥来了，不是吧？宁哥直播怎么可能来我这儿呢？叮叮，哪里哪里？哎，这个，哎，这是什么？这个为什么我看到了王总？我明天会好好拍戏的，好好上班的。我，哎，剧本呢？等过来，我背背。我把明天的戏背一下，我看一下，现场看一下，我看一下明天的戏。我们绝对没有搞这些有的没的的，我们每天都很认真回来看戏。我看看，第七场。嗯，我不会把剧情念出来的，我就稍微看一下，我看。心里有个数，明天的剧本，等我下播了，我再好好背一下。下一场。这个。啊。别让他们看到这个。我们这个文件很保密的。不让看啊。你看，哎哎，啊，很简单，就是我们已经克服了很多，就是比较难的那个戏份了，对。然后也谢谢王总的枕头，然后也感受到了王总的就是关爱和关怀，感谢，感谢王总让我就是能体验这个祥林这个角色，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嗯，等会儿我直播下了，我立马就好好背那个剧本，我可以的，相信我。走了，王总走了，哎，走了，那我们继续聊。哎，感觉潜伏了很多人。对对对对，微博这个东西你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没给我推送什么东西吧？这要推送真的，微博上面人还挺多的，我好害怕就是被一些认识的人看到我，就挺害羞的。什么？宁哥说抢收视率。
外不就是也是我们也是平常那个短都是因为抖音里面刷了很多宁哥的直播视频的，我们也已经就是说为这个事儿也做了一些考察，就看看别的艺人都是怎么播的啊，我们学习一下，然后也确实有学习到，对，但不存在抢活，因为毕竟真的就是宁哥就口才这方面真的是老大，我这个真的比不上，不会抢收视率的，真的。这整的好像是一个湖南台，一个什么东方卫视那个感觉，我们不存在这种关系啊，不存在。我们没有抢活这一块，真的，没有没有，真的。这真的，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人家我没抢活。哎呦，还有别人刷礼物，真的，你们影响我看弹幕。我看一下这个麦上还有谁啊？哎呦，这看看啊，没什么特别。哎，这个麦怎么就只能看几个人啊？所以到底能看到有多少人在麦上啊？去，哎，那既然都说到抢活这一块了，他直播间多少人？他直播间多少人？我看看。我看他直播间多少人、啊、有人说吗？我们看看，我们打探一下敌情。啊，你跟还在聊天呢。我看他多少人，他多少人？个十百千，哇，能有1000多万这个人存在吗？直播还能有1700万，这数字真实吗？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啊？那我这个70万也太少了吧。累计啊，累计，那我累计是多少我不知道，我看真实。哎呀，我这个直播支架都快掉了。哎，我这样这个光好看吗？我脸现在是这样的，感觉。哎呀，我头怎么这么大呀？我的额头，这是疯了吗？感觉现在。哎呀妈！没站稳，让他站稳点。哎，是这样稍微好一点，站好一点啊。哎呦，嫌我脖儿头真大，真的。那这样好一点，嗯。调一下啊，稍等一下我。过年放假吗？谁放假呀？过年。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人。嗯，放不放假这个问题。现在这个时代。哈哈哈。你看调的时候有一下。哦呼耶，这有点巨量。这样可以吗？可以。好，有点太亮了。太亮了。减一点点。我不行，减一点就没了。我给它往后推，往后推。可以 ，OK， 嗯，可以。唱歌不是吧？我唱歌不合适吧？这种要求实在是。打光像黑眼圈有吗？我这个头发，哎，真的。嗯，现在好。秃了。大家都有这种困扰吧？我感觉就是也没有想到这个困扰。在我23岁就降临了，就降临的还挺突然的。唱歌掉人，对啊，唱歌是掉人啊。你当前涨粉已超过600人，我的天哪！微博还能用这个涨粉啊？我平常微博会涨粉吗？
博涨粉才600个，这个关注了主播，哎，谢谢大家关注，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谢谢。麦当劳海报，哎，对对对，因为那个海报拍的我挺喜欢的，我就觉得挺好看的，所以就有那个贴在家里，要了一些贴在家里。你们有吗？没有我也没办法送给你，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就只剩下家里墙上了。嗯，什么？新年快乐，还没到新年呢，但是也提前祝你们新年快乐。把那个，别点礼物，点礼物真的影响看那个，点礼物影响看那个这个啥玩意儿。哎，我就想知道这个嘉宾席是谁都能坐上去吗？我这都不知道，一般懂，老踢别人平台也不好，就一般那个都会有那个字幕，就是上面有谁在线什么的，但是他这个在线的人不在上面，就在下面。这不是黑眼圈，这是我涂的眼影。痘痘消了，哎，痘痘都好了，好的差不多了，就可能那段时间嘛，就这样。哎，这个可以抢红包了，是可以抢的吗？抢完了都，我再发一个，我看能不能发，也不知道那个用来可以干嘛，那个可以充那个啥吗？红包，这个红包是不是可以充会员什么的？别送了，插出去是吗？什么什么抖，哇，这个真的弹幕太快了。刚才是在一个棚里啊，不是我家。哦，红包没啥用啊，那不是浪费钱吗？那这。哇，你们刷的真快，真的是，我感觉治好了我多年的近视了，我都觉得多看看能练眼神吗？打算开播多久？我聊累了，我就下播了。才拍完仪式吧。虐吗？我觉得挺虐的。挺虐的。放点歌，放点歌。还有60吗？有的就是可能一会儿就带过了那种。谁在抢包？我操！喵！嘘！这谁？喵！嘘！哎呀，不要刷礼物，大哥！影响我看。你们这个敲门，我都以为。要打劫？谁啊？他俩。估计要打劫了，把钱财交出来。你太猛了，你敲的，把狗交出来。你穿的什么？哎、啊，我的。哦，小蜜蜂。完了。我跟你讲，我家狗真的都不敢让它出镜了。现在我家狗越剪越丑，我都快疯了。给大家看一下。哎呦！哎，怎么好像比今天刚才还好看一点？现在穿了衣，穿换了个衣服，感觉好一点。给大家看一下，直播，像个小狼仔，给大家呲个牙，呲个牙。我不知道，这边可能没有什么好的宠物美容，然后就剪成这样。嗯。哎，我让它过去。小蜜蜂。哎呦天哪！止不住了。哎。米奇，听明白了？别让它叫了，怎么让它能管住它？给它吃。不，你们不说话，它应该就不会叫了。给它或者给它点吃的。换平台直播。
这还好一点，打起来。近视一千度能看到什么？我觉得近视一千度应该啥也看不着了。没这问题是在哪？这是一个这个我、哦、我目前也没有联系到他，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近视一千度什么感觉？近视一千度我不知道。超爱看动漫吗？动漫不是特别看，我爱看小说。贾总，贾总是谁啊？来去之间，我来了。橘子呢？橘子去浪迹天涯了吧？终归不是池中物，他志在四方。养的什么狗？约克夏。最近看什么小说？最近没什么看什么小说，但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什么。我现在拍的那个什么《香云朵朵》，当时约克夏，比之前的可爱。我之前还看，哎呀，我看的网文小说太多了，但好多都没办法拍成那个剧。我是一个小高个，哎，小狗，好美的狗狗。现在10:14，大家应该都没睡吧？而且应该。小声点，小声点，哎呦，他应该是看到哼哼，你把哼哼拿走，他应该是想跟哼哼打架。给，你看这个，他要跟哼哼在一块儿。嗯，你去吧。还有一只狗啊，对，还有一只狗是我妹养的。那是我妹妹养的，很大只。那是我妹妹养的。我这要重复好多遍。什么狗？白色的比熊吧，应该比熊。我妹几岁？你问我妹几岁干嘛？什么东西啊？欺负哼哼，保持状态好好拍戏。 OK， 橘子去流浪了，浪迹天涯了。嗯，感觉剪了个头换了个品种。橘红的没有没有，他没有，你们不要说这种晦气话好吗？我希望他可以平安，你们别说这种晦气话。自己喜欢的书单，我好多书我都忘了是啥了。眼睛多少度？我是550度。记得拴狗，狗狗都是一般关在笼子里还挺听话的，就不会到处跑。主要是有的时候家里人一多，就容易就是小动物就没有办法。手掌好看。群雀子。来着，三三呢？耶少爷，不共戴天组合。我看一下这个，不是，还有人匿名，我的天哪，为什么会有匿名的嘉宾呢？匿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你说这些匿名嘉宾都是谁啊？什么？我看到了一个转告丁雨欣，让他多直播。他能听我的？他那么内向的人，我感觉他还是挺内向的，甚至算内向的。嗯，算吧。他应该不太喜欢那种，不像我，我是个外向的孩子，有偶尔也有社恐的时候。没有办法，别让我记数字，我永远记不得数字。我的这些密码，我真的翻来覆去就是那些，多了我可能我怕我忘了。好了，别吃了。
Yes, oh yeah. Yes, oh yeah. 追台湾了吗？没有，我只是在抖音看了一些片段。哇，这个真的刷得太快了，这怎么样才能看清楚啊？你们不要再问他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对他最好的祝福就是希望只要他能健康平安就行。嗯，你邀请什么？什么？虫子永远什么没有啊？我都在这儿剧组拍戏了，咋去配音呢？天使被我吃了，可能忘了。家里真的是一到你，哎呀你别让他叫了，我天哪。你把哼哼抱走，你把哼哼，好了，他们俩分开，他们俩一在一起就要叫。哎呀，站不住了，这完了，有什么八卦吗？我最近都在拍戏，没啥八卦。哎呀，工作太忙了，沉迷于工作，我真的好，这一放出来，他们俩就是在家里跑酷。我觉得真的，两个小狗，一个是我妹妹的，这叔他们在养的，就是过年的时候没人在家照顾，就带过来了。生日会看了吗？我没看，我真没时间看。有孤独时的落寞，还能抹干爱的伤口。恋爱呀，人总是在。为什么橘子就？就是过年啊，人很多啊，就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然后也贴了那个，也还是没找到。但我觉得他长得这么好看，应该会被别人就是找到吧，但是真的找不到。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真的，其实他走丢过很多很多很多次，但都不是在我这里，都是在那个。我感觉我在炙热的我们的时候他也没过一次，我就不知道，就是感觉就凭空蒸发了一样。我感觉迄今为止能找他有八九次了，如意他身体不好，因为他不是很纯种的那种猫猫嘛，就是矮脚猫，然后就身体不太好，然后跟着我们的时候就经常感冒流鼻涕，然后就给了就是公司一个家里也有猫然后会照顾猫的那个姐姐。橘子皮实是挺皮实的，就哎太爱跑了。未曾到过的地方啊，跟狗狗分开应该会好一点。感觉橘子就是适合自由。反正我觉得它怎么说呢，只要它能活着，吃好睡好，我就觉得就可以了。
猫饿不死了。我觉得长得好看的猫应该就还可以，对吧？它不像狗，我觉得喜欢猫的人应该会比较多一点。什么？我发现，炫砂糖橘吗？真的，我很喜欢吃橘子，但是我家里人不让我吃，因为就是会变黄，说，然后就改吃橙子。但我觉得橙子应该不会变黄吧。我不该问，对你平静的心再起波澜。喝见。橘子跟橙子我觉得应该是有区别的吧。然后我很爱喝胡萝卜汁，然后他们说胡萝卜也会变黄，然后就也不喝胡萝卜汁了。发自拍，这就是自拍。看奥运了，我觉得橘子加胡萝卜，皇上加皇，皇上皇，皇上皇，是不能吃太多的胡萝卜。对，你少吃点那些。我以前我妈买香蕉一袋子，我就是能有，我能发现多少我就吃多少。然后导致我们家就是基本上买的东西都会定量给我，然后藏起来，要不然就是没无底洞，没个够了，吃到撑，吃到吐为止。我真的，我小时候我太能吃了，我吃东西没数，我吃到胀了，然后肚子疼，然后开始往外吐，我才会那啥。哎呦，脚麻了。说我们，再换了个狗。什么？这不是金鱼吗？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喝牛奶嘛，但是我家里没有，然后我每次就是去学校，有些同学他家里会每天给他带牛奶，然后就喝不下去，他不爱喝，然后我就跟他就是说，反正就寄情的，我也不知道拿什么跟他换的，他就说欠我一瓶牛奶，然后他一直没有带，他说我下一次绝对带，我下次给你带两瓶，然后还是没有带，他一直忘，然后最后累积叠加，他说他要给我带五瓶。然后他就给我带过来了，那天他终于记得了，然后把那个牛奶带过来了，然后一天就炫了五瓶纯牛奶。然后我上课举手，我就说老师我要去厕所，下课我一直往厕所跑，然后我们就是三楼，然后一直上楼下楼上楼下楼，然后去厕所，然后后面我就腿软到在那个楼梯口，我说老师我可能不太行了，我腿麻，然后我爸就给我接回去了，就是牛奶喝多了肠胃不太好，然后回家打了个吊水。我就发现真的啥东西也不能逮着一个劲儿喝一个劲儿吃，真的受不了了，真的。但是我越喝越勇，越挫越勇，我现在完全喝牛奶没有问题了。那还有小时候我家邻居家也是，那小孩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家里有吃的有喝的他们就不吃不喝，我不懂的。我有个朋友他妈妈天天让他吃那个钙片，然后他不爱吃，哇那么甜的钙片他不爱吃，我觉得很离谱。我说我来帮你啊，我一下就给他造了半瓶，然后他妈知道之后他妈就再也没有让我去他家去过。我就觉得有必要吗？我就是吃了半瓶钙片而已，就也不是我自己要吃的呀，就特别凶，就是他自己女儿他自己非要给我吃的，又不是我要吃。我唇炎已经好多了，我经常涂药。我觉得那钙片太好吃了，他们家真的，然后导致那一天我就觉得哎，药等于糖，然后我就在他家找各种药，然后尝一下，只要是甜的我都嘎巴嘎巴吃了，什么西瓜霜、润喉糖、健胃消食片、钙片这些，哇天哪。然后我就说哎，我们来玩新娘子吧，你当新娘子结婚，然后你发喜糖，然后他就给我发什么健胃消食片啊、钙片啊什么的，然后就一颗一颗吃，一颗一颗吃，太好吃了，真的。然后他们家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家有蛇，我这个人我就小时候我
特别害怕孤单嘛，我这个人就很爱去人家家里睡。我就跟我觉得玩得好的朋友就一定要睡在一起，白天一起玩，晚上还要睡在一起，然后就睡在他家，他家也没有大人。然后我们晚上我说我口渴，我要去你家喝水，然后我们就开门，然后去他们家那个过道，那个堂屋里面到那个厨房有个过道，有一只蛇。然后我们俩就我说这怎么办？我们怎么过去啊？我说要不我们回去吧，好像没那么渴了。然后我们又回去了。然后第二天我们还在他家里那个橱柜里面找到一个特别长的蛇皮。还有我们家那个猪圈里面的那个蜘蛛网全没有逃过我的魔手，我就去芦苇荡里面折那个芦苇杆，然后搞成一个三角形，然后就裹那个蜘蛛网，全被我裹上了。裹完之后我就去拍拍蜻蜓拍蝴蝶，一拍一个准，真的超级黏，一黏就能黏下来。什么好厉害，那相当的，我小时候真的很厉害。我小时候还有抓什么知了，但那知了它不知道为什么会尿尿，就是那个我妈说那个东西好像弄在身上会有那个泡泡有疹，怕青蛙嘛。我们以前给青蛙举行过葬礼，就是那种路边上就是压死那个癞宝癞蛤蟆吧，压死了压成半截了，然后你就把它缠起来，然后给它盖到地里面，给它盖个坟墓，然后用塑料瓶给它这样罩在上面，然后给它盖个屏幕不是坟墓，然后祭奠它。然后还有去我们去玩那个有个泥土坡，上面有好多稻草铺的，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滑下来，然后我们就去躲迷藏，然后后面发现有一个养老院里面有一条狗，我的天哪，追着我们跑你知道吗，我们就跑得疯了，我没有发现我的那个运动能力那么强你知道吗，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用尽我毕生所学了，真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跑得已经快能冲进奥运了，真的很可怕，那个狗黑的。然后还有个朋友，他是我今天的主题就叫我的朋友，还有个朋友他们家是渔船上的，我从来没有上过渔船，然后去他们家里，然后发现他们家渔船吧，就是厕所是就是在船的甲面上开了个洞，然后下面就是河，我说这怎么上啊，他说这怎么上，我说啊，那不是粪便全在水里了吗，那打鱼的时候你跳在水里那不就啊，我很不理解，但是我还是上了，继续编，我没有编。你们一定，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反正那个船上真的大为震撼，那个厕所真的不会有鱼跳起来吧，好吓人啊，你这样你在上厕所的时候蹲在那儿，然后一个鱼咻一下跳起来，好吓人啊。奇奇怪怪的朋友，美女天天，你们高高的桥比肩，人间弯弯的尖尖毛夹进你心间，想要和你贴贴，贴贴。你黑猫警长，我小时候，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我爱看鬼片，但是我妈不陪我看，我怎么办呢？我是一个很自立自强的人啊，我就把这个电视机转一下，面朝外面，光天化日之下。我把那个电视机朝外面，然后我走家里出去，我站在我们家窗子往家里面看，我站在太阳底下，然后隔着那个窗户看那个鬼片，就一点都不害怕，是真的。但是你们现在都是楼房，我不建议你们这么做，就不用出去到窗外看了。就是像我们家如果平房的话，你一个人在家想看鬼片怎么办，就是或者没有对象怎么办，就是你可以把那个电视机转过去，然后站在太阳底下晒着太阳看，就是可能没有凳子你得站着看。有痣了啊，这是点的，显得自己可爱一点，这样阳气重一点啊。而且我家那时候都是旱厕呀，我每次上厕所都很仓促，我觉得一点都不享受，我就觉得总有人要捞我一下，我就很可怕。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总有一种错觉，就是因为我家叔叔伯伯家他家有个厕所，厕所那个他有个那种小槽子，小槽子里面有个小洞洞，有个也不知道是铁丝还是水泥一个东西，我总觉得是一个鸡爪子在那儿，就是我就是一个未解之谜，我总觉得那是个鸡爪，但我从来也没有看清我那是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每次上厕所我就觉得这爪子会不会刀我一样，但我长大了之后去看好像也不是个爪子，有味道的话题，就是带你们就是感受一下我的童年，就是说小时候我怕死，我小时候太怕死，我小时候怕死怕疼。看鬼片害怕吧，我肯定害怕呀，我这人太怂了，我晚上吓得就是出冷汗的那种。我唯一能看的也就是那种僵尸片吧，其他的我都不敢看。字幕好快，字幕是真的快，我根本看不见，我都口渴了，我喝点水。不说厕所了，味道好大。我想想，我看看我有什么童年比较厉害的事儿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嗯，童年有什么事儿呢？我记得我们那边有一个桥没有栏杆，但是它在下面有一个稻草垛，然后我们有几个男生在那儿说：“我敢走这跳下去，你敢吗？”然后那个人就跳下去了，然后我们就在那比谁能走桥上跳到那个草垛上。我觉得很离谱，那时候我真的是不懂为什么要撑这个墙，就很离谱，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还有上学的路上我妈给了我5毛钱我去买冰棍儿，但是那个乡间小道上都是泥土嘛，它会有那种干干的那种尘，很厚，就是像面粉一样的那种黑尘，我一弹哎掉下去了，再找一弹再找，然后弹到半路没找着，那刻我懵了，因为那是我那一天唯一的零花钱，我整个人我都不太好了，然后就一路哭着去了幼儿园。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上幼儿园的路上，我们被路边的野果子吸引了，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沟沟里面每天天摘野果子吃，然后我跟我那个朋友我们两个人就边摘边吃，然后等想起来要上幼儿园的时候，哦，走到幼儿园的时候发现已经下课了，爸妈也来接了，大家都领着小红花，就我俩没有。然后我小嘛，我也不懂，但我也不懂为什么我会不上学。但是我只是记得我们要摘野果子吃，我也忘了我要上学这回事儿了。然后就被老师跟我妈批评了，就说很危险。好久远，那我真的就挺久远的，我就经常做那种我不理解小时候为什么要那么做，长大之后也觉得很离谱。啊，再给你们讲，我小时候我们几个有几个小朋友在一起，我们在那个屋子里面玩躲猫猫，然后透过门缝看到一群人在外面玩老鹰抓小鸡，然后那个幼儿园的老师的他儿子掉了一块巧克力，然后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指使我去把那巧克力拿过来，然后我就去把那个巧克力捡回来，然后我们几个人就把它吃掉了，也没有告诉他。然后回家的时候我告诉我妈，然后我妈就把我说一顿，然后我妈就去买了一堆那个小小的巧克力让我再还给那个老师的那个儿子阿姨，但问题是不止我一个人吃了呀，大家都吃了呀，就我一个人，我又把那个巧克力还给他了，然后还跟他说对不起什么的，然后他也没有说，然后他妈妈也没有说什么，就说没关系没关系。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就只有我一个人啊，大家都吃了，我吃的都很少，我没有吃很多。而且我现在我记不清那个小孩长什么样，我也不记得那个多大了。他们让你音乐放声音放小一点。然后还幼儿园
幼儿园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们那就是有一些奇怪的审美，就是幼儿园的时候有你会觉得有些男生特别好看，但你长大的时候发现，哎，其实也不是很好看。那小时候的时候，你会去就是，哎，我们来扮家家吧，然后就说我谁跟谁结婚，然后我们就几个人抢一个男生，我说我们都要跟他结婚，然后没抢到就哭。为什么幼儿园的事情都记得？我真的还能记得小时候好多事情哎。你们会不记得幼儿园的事情吗？我觉得幼儿园很多事情我都记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能依稀，哎，我不敢这么说，说了怕你们说我是说谎精。但是我再小一点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感觉好像我能记得摇篮里的事儿，你觉得离谱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朦朦胧胧，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那种感觉。嗯，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脱离开裆裤的时候，走我婶婶家走到家里那段路上没憋住，然后就尿裤子了，然后我哭得很大声，我哭得很大声，我妈就在村里，我妈就还在门口摘着菜呢，我妈就一路跑过去给我滴溜回去了，然后就还是没脱离穿开裆裤那一段时间就挺来不及，我。不记得，弹幕太快了吧？弹幕确实挺快，好在我也没有看弹幕，我都在讲我的从前，杨超越之幼儿园的生活。那时候我还把我妈的珍珠项链带到学校去，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咔，绳子断了，所有人都在抢我妈的珍珠，然后我回家就只跟。我回家之后我妈问项链呢，我说就只剩一根线了，珠子到底是在哪个同学手里我也不知道了，反正那根珍珠项链变成了一根鱼线带回去。然后我帮我妈妈收衣服的时候，晾衣架她不是用钢丝绳串的那个晾衣吗，就是在门口，然后她有个结有个钉子，然后我爸的衬衫正好搭在上面，我就收衣服，一二三四啪五，然后发现那个衬衫破了，但我妈脾气特别暴躁，我小时候没敢少挨打，我就看着那个衣服，我说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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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没关系，我把它藏在我家衣柜最下面，没有人看到就没有人知道，然后就把它藏在那儿。过了很久，果然没被我妈打。然后把那个电筒弄坏了，因为我小时候我妈骂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败家子儿，我把那电筒弄坏了，我要怎么办呢？哎，有办法，我装睡我妈就不会打我了，我就把那个电筒放那儿，直到我妈快回来了我就睡觉，然后也逃过了一顿毒打，真的有用。什么都拆，对，什么都拆。我没有想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不小心咔，这个弄掉了，那个啪弄坏了，就是电视机玩游戏玩坏了。电视机那时候不是买电视机会送一个，有那个 VCD 还是 DVD， 它有个光盘，里面好多游戏，但是玩多了电视会坏，然后经常插那个盘里面，就跟我哥在家打那个魂斗罗什么的，然后电视就玩坏了一个，然后我妈就不让我玩，她说她不在家的时候我还是偷偷玩。什么？你出生的时候天生一异象？那倒没有，那倒没有，那倒没有。美瞳什么颜色？就是棕色。对，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做梦的印象，但是会觉得是真实的，因为小时候你做梦跟现实你是分不开的。我小时候还感觉就是院子里有好多纸飞机。但是他们很真实的在那个院子里穿梭，然后他们是能定位的，那是一个记忆。还有个记忆就是雨水落在屋檐下，然后是变成了一条鱼，就因为不是经常会下雨的时候屋檐下会放一个桶接雨水吗，然后那个雨下到屋檐上就变成鱼，然后掉在了桶里。那我觉得那应该是梦吧，不可能是真的，反正就是
天上下雨，很吓人，就是这种混乱的记忆。然后那个时候有时候小时候总觉得风是能感受到人类的思想的，我小时候就把那个花摘了放在手上，我就说风，如果你能听到我的话的话你就把它吹走，然后我就吹走了。我说啊，真的风能听到我的说话。然后我敲门，我妈在家，就也不知道我爸妈在不在家，反正我敲门没有人给我开门，然后我就说，然后就下雨了，然后我就说老天都在为我哭泣。我真的，我小时候就想很多，我就觉得老天爷能听到我的，脑洞特别大。对，老天爷能听到，然后我就觉得，然后我一想到这儿，我就更难过了，我就觉得老天爷都在为我哭泣，然后我就疯狂的在那儿敲门。中二少年，天气之子，就小时候真的是好离谱啊，想的很多。然后看到狗狗在路边死了，然后就在祈祷说希望你以后能投个好胎，不要再这样子横死街头了。然后就觉得他下辈子因为我的想法他一定能投一个好胎，这样子就是很相信这种神神叨叨，就觉得希望他就是不要怎么样。就是总觉得就是很中二。精神小妹，美颜有点奇怪，还好吧？那举报封建迷信，不是，那是对美好的一种向往。再给我喝点水吧。最近学了什么？最近就在，我觉得真的每部戏结束之后都有。也不说是到底哪里成长，但是我觉得是有成长的。爱心泛滥，对，小时候真的爱心泛滥，就看到小动物都想把它养活了，但发现自己能力根本养活不了。就小时候就看到那些小鸟啊什么的，老师想去养他们，但是发现自己根本养不活，然后就发现其实不要去打扰他们就好了。下部戏是什么？我自己不知道。工作忙吗？还行，这部戏好很多。小学就是每天做的最多的事儿，可能就是编手绳吧，就是那种透明的手绳，这样编各种链子。而且我小时候画画也挺好的，我小时候那时候。小学的时候画那个奥运五幅啊，我画了三个。然后我也很爱看书，但是我看的都是课外书，就是那种故事性的书。我就每次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然后每次就很喜欢去那边借书看。今天太可爱了，我觉得没有吧。我每天都很可爱啊，看漫画嘛，漫画我不太看图片的，我喜欢看文字的，因为它有那个想象的空间，男主女主是可以让我任意想象的，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它有空白才有它的魅力，就完全具象化了，可能就没有我心目中的那个感觉了。想挑战什么角色？我觉得挑战这个东西是有想很多想挑战了，但我觉得还是目前做好自己最能驾驭的东西吧，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
轻易挑战的话，可能挑战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是别人，挑战的是观众。看动画片吗？动画片我是爱看的，我还挺喜欢看，我爱看《胡图图》《海绵宝宝》《大脚牛》。哎，你们小时候看过《九蟒戏》吗？我童年里面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个动画，但是我还挺喜欢看的。我看那个我还做噩梦，我梦到我进入到了游戏里面。是啊，两脚尖尖犹如利剑，目光炯炯神似闪电，神奇少年大脚牛挺胸向前。中华小豆也看了《围棋少年》，还有《天眼》。一有小少年头上三支烟，背后插着指头的两个毛尖尖，他想去中华网的一两点，那就是中国离外星很远。一个小小的装会，一个万里吃拉面，一块冰淇淋，开心超人。嗯，他说小学的时候会有那个抽奖的盲盒，可以抽到那个什么碟片，喜羊羊灰太狼的碟片，还有眉笔啊什么的，和猫蓝兔七侠传。那我之前还看，看到后面我就觉得不太好看了，我觉得到后面就有点，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红猫蓝兔 七千问吧，还是是吧，红猫蓝兔七千问还是什么？我觉得最早的红猫蓝兔还喜欢看，后面我觉得不是很喜欢。七侠传，七侠传那个我就不太喜欢。哦，对，三千问，对，那个我还挺喜欢的。神出小福贵是老佛爷，小蝴蝶，蝴蝶妹妹，好像啊，蝴蝶妹妹，你怎么了，蝴蝶妹妹？还有那个，忘了叫啥了，做饭的那个。他们觉得弹幕太刷的太快了，让我唱歌。来，我们唱首歌。那我给你切一个，我刚顺着歌单放，唱一首什么呢？我差点想给大家剧透那个。No， 不行。神兵小将有印象。放首这个吧，放首彩虹。这个对，来给你们唱首歌吧，人太多了，轻一点人。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淡淡苦涩才是今天滋味，想想明天又是日晒风吹，再苦再累不惧无悔，身上的痛让我难以入眠，脚下的路还有更多的泪，追逐梦想总是百转千回，天无厌从容面对，与彩虹铿锵玫瑰，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纵横四海笑傲江湖永不后悔。喝点水，喝点水，我戴个眼镜。怎么样，人数有下降吗？多了二十万是不是？看来微博不太一样。思绪飘飞，带着梦想去追，
我行我素，让我人家敢作敢为。人生苦短，哪能半途而废？不弃不美，无惧无悔。红颜娇美，承受雨打风吹，把豪情。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风心似水，激情如火，梦想鼎沸。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纵横四海笑天涯，风情壮美。怎么样？风雨彩虹，玫瑰。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你唱的不好，你唱的不好。是我唱不下去。我声音太低了。铿锵玫瑰，哎，可以说不是我，我不仅是我们家唱最好的，我是我们团队唱的最好的。我唱歌也很跑调。铿锵玫瑰，来个柔情的嘛，这大家不太喜欢这种大晚上有点刺激心脏。柔情的，点一首吧，点什么的？搜一下，唱什么？我的歌单都没有。来，我看看，好听，喜欢，上热搜了，不至于，也不是什么特别光彩的事儿，就没必要上热搜了。哇，多了40万人。嗯，很离谱。让你唱《闯码头》，有点离谱。我来看看写的是什么。没有，我们这个隔音效果还可以。没事儿，有问题、哎、他们俩有问题等着投诉就行了，没投诉就没问题。走在冷风中人，接下来这个麦也是假的啊，这个没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我的直播间的各位观众们啊，一点不等等我这个。是什么难过分心中然后熄灭的火，我以为留下来没有错，我以为努力过你会懂怎么连落叶都在嘲笑我，要假装坚强的走。别笑，严肃一点。还有怒音。冬夜的冷，你别笑，这个都好。我忍住，忍住了。就淡淡这一颗如何确定你曾爱过我，停留在冬夜的冷风中，我不是也不想装脆弱，我没说不代表我不会痛。哎，我口唱的有点累啊，气势到位，拿捏了。以为暂时的走失了，我以为你累了会回头，怎么连复杂的故事背后都是我听朋友说，直呼内行。等会儿啊，我就是有一种那种台上那种巨星唱歌的感觉。爱过我，停留在冬夜的冷风中，我不是也不想装脆弱，我没说不代表我不会痛，会痛。
不是也不想装脆弱，只因为你说过爱是等待是细水长流。谢里桑泰让谁怕怕我没说不代表你别笑，这样很破坏气氛。谢谢大家，鼓掌鼓掌！谢谢大家参加杨超越的巡回演唱会，在这里感谢各位观众这次出色的演出。谢谢感谢这个微博这个平台赞助了我们这个平台，可以让我进行这次巡回演出，回馈我的粉丝，回馈我的歌迷，让大家能听到如此动听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也会做出更多好的作品给大家去能观赏，能倾听，让大家感受到世界的参差。好听是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喜欢。Uncle 唱什么呢？全是感情，没有技巧。没有，我觉得还有那个怒音和转音，我真的不来不了，我的声音是吧？就是技巧比较高。对，就是咱们就是说，要不你还是把我杀了吧，让我唱起这首歌，你还是把我杀了吧。唱啥呢？刘欢。还有什么歌可以唱呢？我的抑郁症是不是吧？你这个转音流，我转音很厉害吗？要不还是算了吧。要不你还是把我杀了吧。因为毕竟明天还要工作，他唱太多的话嗓子他就没事。明天就在这里为了回馈我广大的粉丝朋友，就再唱一首。这有什么歌可以唱？你搜一下哟。热歌榜有什么？我看看，热歌榜。日不落，永不失联的。孤勇者，真心Eason的这个。这我会吗，大哥？你这是闹着玩？哎，唱。那个时间煮雨。哦，时间煮雨。那个硬糖我不会唱，我只知道是的半半个。哦，那是硬糖的歌。哇，硬糖的哦。 Shiny Tan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的手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彩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我的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世界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怎么样？还可以吧？大家的评价好听，好听。大家的评价啊，他们要听《女儿情》。女儿情。风吹雨。
冷雪花，吹白我们的头发。当初说一起闯天下，你还记得吗？那一年盛夏，心愿许得无限大，我们手拉手也成舟，划过悲伤河流。你曾说过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现在我想问问你，是否只是童言无忌？天真岁月不忍欺，青春我能我不负你。大学求你别过去，我们在一起的痕迹。大学也无法抹去我们对彼此的印记。青草离离，明月也送君千里，等来年秋风起。泪目了，家人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鼓掌，鼓掌，不容易。好了好了，打住了哈，再唱唱嗓子就不行了，明天还要工作。大家，就是怎么说，不会有人邀请我去唱歌，我好害怕。还是可以的。哎，那个还有拿手的那个，那个，我们唱了一个剧组。我知道了。春晚啊，不要打妹啊！我们这个就是为网友独家定制的曲目，我们就不搬上舞台了，对吧？免得上热搜，对吧？最后一个哈，最后一个，就满满的都是感情，其实说就是没一点技巧都没有。放心，我录音的时候，录音老师说过了，我用嗓特别位置特别对，一点不会累。有什么心事？我不唱，我不唱，我把你带偏了。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快，像旁人不允许我们的乖。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哦。不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情人的爱，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何苦残忍逼我把手轻轻放开。请快回来，想听你说说你还在。确实比我唱的好，是的，我是唱的真不行。这首歌送给一切大家有故事的人，希望你们能感同身受，跟我此刻的内心是一样的。我知道有多少爱
无可奈何。我心的天台，熬过失去你漫长的等待。离开我，谁还把你当小孩？爱你一定也会想念我，也怕我失落在茫茫人海。没关系，只要你肯回头望，会发现我一直都在。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台，每一条讯息都是心跳节拍，要多想拥你入怀，全世界你最可爱。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台，就算你的呼吸远在千山之外，请你相信我给的爱值得你爱。好了好了，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嗓子待会儿就不太好了，喝点水。哇，我简直就是内娱大王，大魔王，接着说。喝点水，喝点水。我上个厕所啊，我上个厕所。哎，我脚麻了。我现在感觉像个康复的病人在走路。哎呀，你小心点。那块，我在这给你看着。我唱歌真的不行，就是我唱歌是没有感情也没有技巧。Look, what's it? 看我造型 ，what's it? 哎，我脚麻了。他们让我唱，我说我不行。哎，哎呀，累了累了。怎么样？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到底多少人？反正我总的738。上热搜了，什么热搜？娱乐榜吗？看看有什么热搜。在哪儿？哎，谁给我打电话？等一下。喂？喂？咋了？喘不上气。喂？宁哥要跟你连，咋连啊？宁哥在怎么连啊？咋连啊？我看看有啥，没有啊？都不会玩。申请的，你看到他了吗？我不知道，在哪里找？咋连啊？哦，好，这么快，女儿。在线打钱。好了，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哎，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打歌，在线打歌。我能把你们歌全毁了。咱们就是说，说英雄是英雄，宁哥在呼唤我。他应该也在直播，还好他没有看到我唱歌，真的，要不然我唱歌唱的他自愧不如。华语乐坛以后就信仰了，哎，低调低调低低调，大家低调一点，就咱们就是内部说说就行了，不要传出去，传出去的就到时候有人说我太高调了，就是目中无人，就是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胜于蓝之杨超越，对吧？咱们就说，等会儿给我冲一会儿，啊，你冲，都没事，我们家店随便冲，请我请客，你冲，哎，星空剪影。哎，这首歌其实我们唱过，是吗？但是这个有点难唱。听红毛的歌，红毛是啥？红什么？杠上。宁哥说你是什么？你什么时候下？我不知道，我累了我就下了。我不知道啥时候下播、啊。
你们蹦出来就河南话的。但好不好，反正已经播到这一块了，就看啥时候累了就下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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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打打的玫瑰，请将它离开。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就好像是吹呀吹醒我相思梦。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等不到它的行踪。你看到那树摇风，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就好像是吹，对吧？啥时候下播？别唱了，没看到。舞女泪，我在放我的歌，为什么？放他的歌，放宁哥的，立马放他的歌。放，马上，马上。这真的。放个最新的吧。我跟你说，他虽然是直播界比较老的那个人，但是后来久居上青出于蓝，拍死那个前面的人。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啊，他申请了，这个，是咱们接受，接受。哎 ，Hello， 宁哥。哎。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哎，这不是，等一下，我想问一下朋友们，我俩现在连好麦了，我现在你们还能看到我吗？现在我能看到你啊，能看到，能看到吗？你进直播间看一下。你们还能看到我，但我现在跟他连麦了。能看到，能能，手机上能看到。这好奇怪啊。咋了？你们能看到他吗？哎，你你是开直播了吗？还是你跟我连麦了？嗯，我开的直播。嗯，对呀、啊。这是啥呀？等会儿。等下我去看。你没用手机直播过啊？我看一下宁哥。没事儿，那个什么。嗯。那个我就问那个什么，你现在咋回事？怎么？为什么想起直播了？我那不是在我哎，没有，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不是抢活什么的。我原来在抖音直播来着的，我心想你在微博，我在抖音，咱们俩互相也不影响，也不存在抢地盘什么的。就问题是那微博那儿老说不干了，他说我老在抖音直播，不在微博直播，然后我就想轮，我就1、1、3、5、2、4、6这么轮。我没有那心思啊，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宁哥这一块直播这一块非常专业，我知道内容什么的都很优质，然后每天输出的一些东西都很好。嗯、然后呢，所以就是，哦，就是不是在这块跟我抢这个一哥的一个地位，是不是？哎，没有，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我真的是我，因为我对于你这个口才各方面一直都很羡慕，我没有这个意思。哦，我还纳闷儿，我寻今天怎么事儿？你要跟我俩就是比一下谁能熬，还是怎么说的？当时没有，我这最近就是爱上了直播，就是因为嘴太爱说话了，然后发现哎，不是，但我想跟你就是没事儿对，可以，对，没事儿跟朋友们玩一会儿挺好的，是，那什么，你几点下的呀？你当时啊？我准备几点下？我可能就是也播个一个小时差不多了。播一个小时也就是12:17，是不是？差不多，可能也没个准儿。12:17，是不是？你这样子，你能不能12:16下？就是少播一分钟，这样子呢，然后我播到12:17。这么卷吗？对，就是因为我要保住我就是特别能熬这个地位，然后当时你那个什么，你比我提前下一分钟，你不丢人，因为你确实是在这块属于新人啊。对，新人，对，这还我其实好多直播方面的我还想请教一下宇宁哥呢，就是
就也不用请教，你现在弄挺好。刚才呢，我走过了匆匆的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就这么老的歌都会唱，真的特别棒，我觉得。嗯，我那天我还说我要直播来着，我说我要去微博，然后那个徐志奇说，哎，你可以去蹭宁哥一套设备，你可以问他什么设备直播好，他就可以呀、啊。我这样子，我觉得你要是经常来这个咱们微博这块直播的话，我就给你弄一套专业设备，因为我也送了很多人设备了已经。哦，不是含泪送的吧？就是。你闹呢？现在我虽然没拍好这个男一，但是男二也接了几个了。买套设备还是能买得起的，对不对？行行行，那你是原来准备下播了，是因为我在这儿，就是那个啊，没有，没不存在，我是纯纯的，就是那个希望多陪一下我的这个些家人们。哦，那行。哦，是这样的，所以没事，那个什么，反正就玩一会儿嘛，这样是吧？咱俩玩点什么小游戏吧，你想不想玩一会儿啊？还能玩小游戏？什么小游戏？不知道，你想一个。我不知道，你不是那种就是综艺鬼才吗？你在那个综艺上，我觉得我看你上些综艺都特别棒。你想一个小游戏，咱俩能现场玩的，比如像什么呢？像这种非常幼稚的，叫做成语接龙，你懂不懂？啊，这个我会，这个很简单。不，你会？那咱们换一个，换一个别的，就是比如说，好，成语，那就成语接龙，好不好？啊、咱们玩一下，是啊，试一下，行。等一会儿，你怎么这就开始了？我准备好了。怎么接？哎，在吗？谁出惩罚？咱们不涉及到那个，在我在。嗯，我卡了吗，朋友们？一下下，一下下，一丢丢。好了，可以了。怎么说？嗯，我们啊，就咱们设点那种，就是惩罚也好，或者设置一些奖励也好，好不好？这样式，如果我输了，我送你一套特别高端的直播设备，你以后来微博直播的时候，你可以就是非常的，哪怕你刚才唱的走过林一匆匆，但是唱的会非常好听。哎呀，还能把我这个声音给救回来啊？没错，百万调音设备。嗯啊，那不就是网络大 vocal 了？就我。没错没错没错，你以后哪怕你这个火箭少女重新组合，你都是那个vocal担当。那太好了，那咋比吧？那输了怎么办？是不是？对，就是那你说一个，就是你赢了之后需要的惩罚或者怎么样？这样，那这样，我要是赢了的话，朋友奖励。你们帮我想一下，我要个啥奖励？就是比如说我赢了之后，你赢了，我微博给你条广告位。啊，真的吗？嗯，怎么样？这个比几千块钱设备要贵呀、啊嗯！你的一个这个推广商务啥的，那就是非常的昂贵。就是这么敞亮，咱们就是说，就是敞亮。给我一个广告位，就是随便我，比如说我拍的剧《说英雄》谁谁上了，你就拍一个。什么新剧呀、啊、歌呀、啊、什么的都行，不卖货就行。啊，朋友们可以吗？广告位，就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我下一首专辑发了一首歌，他给我转发一下，这属于一个广告位，是不是？对，属于一个广告位，就是这样的。OK， 太珍贵了，真的是。嗯。太珍贵。好，来，我们开始呗，是不是？嗯。咱们就成语接龙。嗯。是不是？谁就是思考时间不能超过五秒。行。旁边不准有人提醒。好不好？因为我房间是一个人，然后你朋友在你旁边嘛。嗯，对，我们就是不允许提醒，思考时间不允许超过五秒。咱们现场所有的朋友都是，评委。嗯，好不好？是。嗯，可以。你们现场的朋友尽量也不要提醒，好不好？咱们就来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一场竞技。行，可以。行不行？你们也别在那为所欲为什么的啊，就是。哎。来一个啊！嗯，你先。先开始，我们石头剪刀布，谁先开始吧？好，来，石头剪刀布，剪刀布。哎，我赢了啊！好，我先开始。你说。哎，又卡了。我先开始。嗯，说。卡了。好了吗？
不卡吧现在？啊，卡？那你说什么？卡了卡了。卡吗现在？一会儿卡一会儿不卡。Hello。好，现在不卡了是吧？嗯。来，我先开始啊。嗯。来，狗仗人势，势不两立，力大无穷，穷凶恶极。吉人自有天相，像什么东西？下等会儿，像。好，我赢了一局，咱们三局两胜，好不好？这一局我赢了，咱们就是三局两胜啊！这一局我赢了，不冤枉吗？啊，行，这局算你赢。啊，这我为什么算我赢？你就是没说出来，人都告诉你了。好，这次你出题啊，你先来。波涛汹涌。你现在还想玩一招致命吗？波涛汹涌。来想一想，勇往无前。前途无量。量力而卡了，刚才卡了，量力而行，行色，色即是空，哦，空无一人，人行横道，哎，好像不对，人行横道啊，这不算吗？人山人海，哎，海枯石烂。烂，哎，这个好有点难了，朋友们，烂，你不能看弹幕啊！这个算我输了，我确实想不到。行啊，我刚才确实看弹幕了，算我耍赖，但是我认输，好不好？我刚才看了个量力而行，哦，但是没事，1-1了，好不好？啊，行，接下来该我了。嗯，滥竽充数，树叶专攻啊，树叶专攻，好，功德无量，对，哎，量力而行，行不改名，冥冥之中，中规中矩，举步难行，形形色色。哎，形形色色。啊，形形色色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吧？瑟瑟发抖，抖转乾坤，坤什么？坤在这里呢，恭喜摩登兄弟刘以宁赢取了这个杨超越微博的一条广告位。在2022年，是不是就是12月30日之前都有效啊？有效的，对，一年之内就都有效，准准的，好不好？准准的，我就是作品类的，好不好？商务类的，我就在咱这块不用。嗯，对，作品类的，作品类，要不是专辑，要不是剧，行不行？行，好嘞。可以，那你确定是12:17下播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提前一点吧，我就是11:50吧，怎么样？11:50，好，那你这样，你11:50下，我11:51下，我为了保住这个特别能熬的这个门派掌门人的一个东西。哦，行，可以，是不是行？
啊，对他们刚才我直播间朋友总问我说那个说英雄谁是英雄啥时候播，你有内部消息吗？喂，什么时候播？我也不知道呀，但听说是你也不知道，听说是送审了吧？你知道吗？送审十二月份就送审了，现在一月份了。那得看他们审多久了，反正。哦，那就估计你也是不知道是吧？我也没什么小道消息。行吧，那我问你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你觉得咱们拍这个戏能不能当时就火了，能不能？这个我真挺尖锐的，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吧，就是咱们就是这个戏里面就是有刘宇宁老师 and 曾舜晞老师，我觉得没问题呀、啊，这很没问题。尤其是看了你们就是那些什么打戏啊什么的辛苦什么的，我觉得真的不火都对不起两位老师的努力，还有我。当然，我寻思你要不说你自己，我替你夸一夸。没有，超越在这个戏里演的，我觉得是非常的好，我觉得是非常的好啊。所以，我觉得我毕竟是个配角吧，到时候那个。我就跟你俩沾光，火了呢我就沾点光，然后没火呢反正也不赖我。没有，那毕竟还是个大男主，我觉得火了嘛我们一起沾曾老师的光，没火的嘛。哦，那也行，那也行，那也行。其实也就哎就人。哦，没火就赖他，对不对？对，没。如果就收视率当时嘎没上去，然后就是咱就赖他，咱俩也没啥关系，因为人确实是大男主。对，我觉得。对，我觉得我太聪明。嗯，真的是这个行业里呢，怎么会有这么两个聪明人？嗯，可以可以，行吧，那你再跟你家朋友玩一会儿吧。啊，行，拜。对，没事儿没事儿，多来这边玩一玩，多播一播，没啥的。嗯，行。对，好嘞，微博直播那还不说的。广告位啊。嗯，行。广告位，我记得了，我记得这么多人都看着了，不可能有假。当然当然啊、嗯，嗯，好嘞，那你先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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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嗯，哎，我怎么感觉我那设备呢？啊，我就没了个广告位，因为成语接龙没接过，啊啊，这可怎么办呀？不行，没关系。一定能套路回来的，不用着急。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放长线钓大鱼，让他赢一次，结果输的是更惨啊！我跟你讲，娱乐圈就是你们想的这样，就是尔虞我诈，一个不留心可能就损失惨重啊！当然了，我们这些就是说，我们这种人就是都是输得起的，对吧？广告位嘛，对，宇宁哥人也不错，就咱们就是说这个广告位无所谓了，对吧？宣传宣传也是一个优质的，就是偶像和歌手 and 演员，对吧？哎呀，现在是11:31了，笑拉了，你们这是别读了。哎，大家也是知道的，就是慈善赌王这个，就是不是一个浪得虚名的话，墨镜一戴谁也不爱。哎，对了，我想说我们那个热搜到底是上的什么热搜，我看看，我还没看，没来得及看。一定要拿到设备，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咱们就是明里暗里的暗示一下，对吧？嗯，嗯，没有，这眼睛漂亮，就跟上一次你们看到那个眼睛是一家的。其实，这眼睛就很明星，很大牌，很有所机场的感觉啊。明天还好，明天是中午拍戏，不是特别早，要不然我也不能跟你们唠这么久。热搜，我跟你说，现在我是摸明白了，就是，可以上娱乐榜，不要上主榜，上主榜没什么好事，而且还要被骂，对吧？这娱乐嘛，娱乐圈嘛，就上娱乐榜就好了，不要上主榜，主榜咱们就留给那些大事件，对吧？嗯。这样也好，区分。
泰国人暗示一下，就是明里暗里的，就是暗示一下，就有的时候人就是有的时候话要说一半留一半，让别人去悟去猜，你知道吗？娱乐圈就是要有眼力劲儿，有见识，就是有那个眼力劲儿，能知道就话里有话是什么话，这样的朋友才能处得久，然后上司关系也能搞得好。你别人家说了一句话，你不知道啊什么什么不知道，老板一下就不喜欢了，就觉得你不聪明、不灵巧、不懂人情世故，一下子工资啊什么的就很有限制，很有，懂吗？就是别人一个眼神，你得懂什么意思？怎么瘦了那么多？那么，哈，我这个美颜是白开的吗？抖音为什么那么怂？拍到第几十了？拍到了第二十。人间世故，小傻子好演吗？还没演呢。和小丁关系好吗？那真的是，我们俩真的是，简直就是唇枪舌战。我们在片场里面，我们就是一整个一个辩论赛，真的，我们就是一直在辩论。文娱越看越想笑。对啊，咱们就是搞文娱的，就上文娱热榜就可以了。主榜不要上。我一上主榜就挨骂，我烦死了，我真的烦死了。你不上主榜的话，没有人注意你，也没有人想到你，那都还好，都是粉丝，大家和和睦睦，很快的，网络就一片净土。你一上了主榜，哇天哪，那些就是人吧，他总是要有攻击的对象，他在哪儿找呢？他都在微博主榜里找。他会骂人，他不会骂那些就是那种就是咋说呢，就是没有就是素人啊什么的，他只会逮着我们这种艺人骂。所以你站得高，你在明处了，别人才能骂你，你不站在明处根本不会有人骂你。所以我们就是要低调，不要上主榜，然后不要让他们看到我还存在，尽量让自己存在感低，然后他们就不会骂我了。而且就是其实我这个人接受能力还挺强的，就这个人啊，他随口说一句不喜欢我，我都无所谓，我就真的只要他不是盯着我，他所有的东西内容发的都是骂我的，我都觉得无所谓。然后我这个心理承受能力还是蛮强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大家不要就是太过担心我，然后太过维护我，没关系的，其实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像一根野草，就是很坚韧。对，所以就是有些无关大雅的，就是你们也不要太 care 太上心，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们喜欢我嘛，喜欢我，所以你看别人骂我的时候心里很难过，我懂，我也明白你们这个心理，但是其实没关系，我比你们想的坚强一点。对，我也不希望就是因为别人骂我让你们心情更难受，对吧？眼镜什么牌子不知道，品牌送的。哎，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平常就是有一些品牌送的时候就尽量就是会送，然后就不买，因为我觉得反正都一样。那个营销号说我抠，那不叫抠呢好吗？就是本来能送的东西为什么要花钱买呢？而且我戴的也很好看呀，他们就喜欢像我这样的美女戴。主榜也会上的，打妹并不想上主榜好吗？请大家忘了我这个存在，我这个人啊，不要骂我，骂哎骂也无所谓，无所谓，我已经看开了，真的，这几年真的是悟到了太多。我11:50准时下播啊，这次我是准时了，就不突然了，给你们留点时间。什么时候和轩逸一起出去？他还在拍戏呢，我们俩都是拍的爱奇艺的，他是也是一个公司的，他是逆风去，我是这个吉祥。明天直播，明天不直播呀，没有直播了。52，哎，我做人要有诚信。微博这是雨宁哥的地盘，咱们给个面子。毕竟人家一哥，咱们就是什么色号，就是某个品牌，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图形的一个品牌送的新款。
我说哎，你说嘿，噔噔噔噔，没打开就是你那个。你说 no， 噔噔噔噔噔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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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嗯，妈。哒哒哒，嗯嗯你，哒哒哒，想要遇见，嗯嗯，睫毛掉进你指尖，想要和你天天，嗯嗯嗯，天天，嗯嗯嗯嗯嗯。弹幕好快，弹幕是很快啊！我都唱了一首歌了，希望人少一点，人又哒哒哒一堆。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抖微博的直播的那个感觉跟抖音不太一样。嗯，抖音真的我一唱能少一大半。什么？还有个娱乐圈学长是吗？红 V 营销号吧？营销。经常写什么呀？搜一下他，看看他有没有黑过我。黑过我也不怕。哎，约出来打一架，咱们就是说，搜一下，我直接搜一下。我看一下，搜杨超越，我看能搜出什么东西来。我来搜。哎，这个。这不是九宫格，我还不会打。也还好，也还好，一看就是拿钱发通稿的。嗯，没什么个人的情绪在里面。嗯嗯，差点滑倒。没关系，我知道这我觉得对于这种不带有私人情绪一看就是花钱买的我都无所谓，要吃饭吧，我理解你，没事儿。嗯，我手弄右手弄啊弄弄弄，他害怕了，真的吓死了，走了，被我吓死了。他说吓死了，我下次还发。吓死害怕，吓跑了，老板的婶婶，把他收尾，咱们就说，在这个地方就遵守这边的规矩，他就是有这样的人存活，你没有办法去抹灭。就是你说他是为了钱，就是发一些东西，我都能理解，但是有些人他不为了钱，他就单纯的想。这样骂你我就不理解，因为你为了生活啊，为了钱啊什么的，我觉得做一件事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单纯因为讨厌一个人恨一个人去做一些伤害别人的行为就不理解了。因为您要送我设备，那真的是感谢您哥，果然敞亮，脖子红了。哦，是吗？没吧，没有啊，好像批改作业的老师。是啊，我手弄你手弄，哒哒哒哒。为了开心不行哦，我哦，对，你们说这个事啊，我就真的没想到了。因为我们那时候也在分析，我说一个人不喜欢你到底是为什么，他黑你能得到什么呢？然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能从中得到快乐。如果一个人他做一件事不能得到快乐的话，他一定不会去做。所以他骂一个人或者不喜欢一个人是能让他得到快乐的。哦，这我也是能理解了，突然一下。但是我还是希望他的快乐不是去诋毁一个人而能得到，我希望他能在别的地方也能得到快乐，不是仅仅在这个方面得到快乐。我觉得这个快乐获得是有限的，其实。加热吧微信了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微信。见过，拉过手，但是没有微信，因为没有合作过嘛，可能就没有认识。上热搜了，想要和你天天嗯嗯嗯嗯天天嗯嗯嗯嗯到心间，嗯嗯嗯嗯嗯嗯嗯，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明天不上班，明天中午上班，不负青春。
再找一首歌吧，我看找一个甜一点的歌。甜的。杨超越夹子，夹子不好吗？嗨，你们好呀，我是杨超越，给你们比心。你找呀。甜一点的歌有什么？甜的。白月光。与那个朱砂痣。也可以啊。嗯，你还能唱吗？我还能唱，我还好。哎，唱哦哦吧，唱我自己的吧。哦哦。古月，古月他去拍别的美女了吧？他要吃饭养活自己，赚钱养活。助理是 K-pop 是的，他是那个 Blackpink 的粉。他喜欢那个，嗯，他喜欢那个什么？哦，我知道 ，Rose， 他喜欢 Rose。嗯，他喜欢澳洲野玫瑰。Rose， 我还好，我嗓子就干，找不到我的歌，是不是还要？应该不用花钱吧？要花钱，我的歌要花钱。花现在就花。哎，但是我花是花给怀念少女的是吧 ？Rosie。行，我放这个。这个。说不出来，加一克拉的天然眼泪，其实无奈，玩笑先开开一样无所谓，顶着层明的光环也只是贴沙。哎，怎么没歌词啊？也不能。你能不能不要搞 live 的？哎，没有。要不买吧？哎，你还是没舍得买。你刚才。主要是，哎，买，现在就买。啊，有了，来，有了。出品万七七八。话说不出来，加一克拉的天然眼泪。其实不明白，玩笑可以开开一样无所谓。听着聪明的呼唤，那就是天使吧？嘿。藏着狡猾的尾巴，它也是狐狸啊！哦哦哦哦，自问自答！哦哦哦哦，快爆炸！简简单单，明明了了，快乐悲伤看安全。提姆提姆，起来了吧？哦，提姆提姆，一起来回答！莫名其妙眼光，我爷爷也不怕。怎么一听就要先回思考，再学着去表达，这样不很累吗？有意义就要大声说话，不要保持沉默，大声说嘿。Honey Honey， 你看你有那么高，那么大，那么火辣辣的梦。哦哦，就非那么可哦哦。Darling Darling， 你可以靠近我，想你到什么时候？把可悲的快乐呀。哦哦哦哦哦哦，啦啦啦啦。做自己，还有自由，真的真的不用借口，不管你能不能接受，跟上我语速的节奏。哇，好快啊！小事小情后还有点什么呢？随心走一走，搂自己心肠舒服。吹吧悄悄的，追梦的风啊，萤火儿之上翻越过山崖。什么问题才让你如此的着急？就是喜欢简单到设计的你，爱谁谁真第一。婆婆妈妈考虑，姐姐姐姐放心，那是你还不懂的定义。做梦的权利，不要目的地，有酷又美丽。怎么一
你就要学会思考，先学着去表达，这样不很累吗？有意就要大声说话，不要保持沉默，大声说嘿 ，Honey Honey， 你看你有那么多那么大那么火辣辣的梦，哦哦，有什么不可哦哦 ，Darling Darling， 你说你要有一个自由的家，你到什么时候？哦哦，嗯，好听。跟原唱一样，谢谢你们的夸奖哦。我能超越的就也只有自己了吧。我这个世界上唱歌也就只能超越自己。哦，我快49了，50了，我要下播了。他们说，嗯，就下次再直播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不知道是在抖音还是微博了。拜拜，嗯，拜拜拜。